嗨，你要用是吗？没有，我就来看看你，还好吗？一切 OK 啊哈？哦，你继续。没有，害怕啥？没有，不是怕影响到你吗？不会啊，我已经练好。那我进来。稳稳的。你有约练习室吗？约了，他让我到舞蹈教室二来嘛，就不来了。啊，所以你是现在，你是我下一个。对啊。你用吧。哇，没事。我迟早会看到你的舞台的。啊，别看了，就行了。不，哎呀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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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打扰你们吧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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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，拜拜。老师，你不是也看了彩排的舞台吗？你要不直接跟我说说，你觉得可以，比如说可以更好的改进的一些问题？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整个表演来说是。 还是很高分的，但只不过说我在看你表演的时候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的上升空间有多少？明白。对，你出来的感觉都是男子组合那种感觉。那今天的延安是 solo， 那他的个性和他的那个特色在哪里？我觉得出舞台，我觉得这样 OK 的。那出舞台以后，自己怎么感受怎么样呢？因为其实我说实话，今天之前都是团队的活动嘛，这次就算是正儿八经第一次。我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我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我只是说也想通过这个节目可以更好的就是，来了认识到我自己。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努力的类型，就是我愿意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，所以说我觉得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觉得我努力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。所以说这么想。 可能你以前你们训练体系，不管在日常生活那方面，都会很严格。但现在呢，我更希望就是你放松，真的，哪怕我们聊天放松，对，做会最自然的自己。但我只是怕，不是因为第一次见老师，怕就是怕太放松，我觉得我可能觉得，哎，老师觉得你这人怎么，太自豪，怎么就那么没教养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对的，就基础的礼貌和尊重。那今天我们认识了，那下次我们在见面的时候，就不会那么拘谨。行行，对吧？你看我进来也会，哎，老师，哎，老师，哎呀 ，OK， cool cool。但这个是你真实你的吗？也不是，就是说说说说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性格，就是比较。 还是比较含蓄一点，那老师。对对对对，但是现在不管是私底下和舞台上面，都做回自然的自己。今天晚上给你一个作业，就是在唱段的时候，哪些地方可以松弛一点，带一点点微笑，自信的笑，好不好？OK，明白明白。放松一点啊。哎，行行行，明白明白。对，你放松的时候是最自然的，你最自然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，记住这句话。明白明白。你看这样就很自然。OK OK。笑很好看。 你们得笑很好看，为什么不把那么好看的？明白，明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肯定做，肯定笑，肯定笑。我希望看到一个很享受的延安。OK， 行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呗。行行行行 ，OK， 你继续练习吧。继续练习一会儿，行。 不协调。